最高嗰年係我諗200-300萬嘅 income， 其實個收入係證明咗一樣嘢，就是、證明你有幾投入喺你嘅工作入邊嘅啫。其實我大學嘅時候就係讀工商管理嘅，咁所以畢業之後咧都有諗過做好多唔同類型工作啦。我其實最想當時咧係想做青年工作，因為我喺大學嘅時候咧已經係好活躍去做一啲社會服務啦，有上莊啦，搞學生會啦。做青年工作咧，其實我參與都係好有趣嘅一個經歷嚟嘅，因為我以前我係好抗拒去做社會服務嘅，因為我覺得對我嚟講有咩關係咧？點解我要參與呢？咁我一個轉捩點咧，係我喺中午嘅時候，有時候我啲人係遇到你自己嘅伯樂係好重要，遇到一個好嘅師傅。咁當時咧就我第一個伯樂當然啦，就係阿 George 啦，我爸爸啦，因為佢鼓勵我做青年工作。咁第二個伯樂咧就係當時我哋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嘅總幹事叫 William Chan， 咁佢嚟到就帶我去做青年工作。佢帶我嘅方式咧影響到我而家。因為他從來都不會罵青年人做得不好，我記得當時我寫了一份邀請函寫給他，我給他即改，他 收到之後他說哇都不錯，然後他就改了一份給我，跟我那份是完全不一樣，但是他給了一個肯定我，而我自己都覺得哇我怎麼可以做到這樣呢，令到我更加進步。畢業的時候其實都在想自己的 career 怎樣走，有想過全職做青年工作，但是我都會想如果將你的興趣變成你的工作的時候，可能就真的沒那麼喜歡。所以當時都是因緣際會，爸爸就跟我去分享，因為他有做很多社會服務，他都說其實保險工作的時間彈性和收入自由可以兼顧到做青年工作的同時都可以做到自己人生目標，所以當時就選擇了加入在 Mandolife 工作。其實很多人會對行業佢會有一個嘅認知，或者我覺得有一個誤解啦，因為覺得做銷售行業好辛苦，做銷售行業要面對拒絕，咁係要面對拒絕嘅。佢拒絕嘅其實唔係拒絕緊我自己，可能係拒絕呢個產品唔合適佢，佢哋會覺得係太 hard sell， 或者個業務員唔夠 professional。咁所以其實係同人有關，而唔係同個行業有關。咁我覺得個產品本身係個好嘅產品，咁我自己入嚟嘅時候咧，我都會覺得係要自己做一個好嘅 professional 嘅 agent。咁而呢個年代真係越嚟越 professional 嘅，因為你唔專業嘅話咧，係冇辦法生存到落去。越後生就要越專業，其實而家年輕專業化。咁所以我當時選擇入嚟，我覺得係應該身邊嘅朋友係會因為我對個行業有一個更加正確嘅認知。當然是保險行業，它做得好，收入高，都是一個公開的秘密。我老闆講過一句說話，他說其實如果你是因為客人的佣金多少而決定你的服務水平，我其實是不會做得好，很少佣金都應該做了100分。如果入嚟就純粹說我要賺多少錢多少錢多少錢，其實往往都未必是做得最成功的那個班。咁當然我入嚟嘅時候，我自己都好勤力，好俾心機啦。咁我係破咗我公司升級記錄嘅。其實我係18個月由一個 agent 升到 unit manager SOM 到一個分行經理。最高嗰年係我諗200-300萬嘅 income。其實個收入係證明咗一樣嘢，就是、證明你有幾投入喺你嘅工作入邊嘅啫。但係呢個行業同樣地都有啲人係唔係好有收入嘅。咁點解？因為係同你自己對工作有幾認真有關。我覺得同行業是不是絕對關係，是跟你自己態度有關係的。其實你是不是真的敬業樓業是很重要的，對於你的工作如果你是足夠投入和認真，其實真的是行行出狀元的。那個問題是你對自己負責，對客戶負責的時候呢，就自然可以做得好。那每一個行業都有害群之馬，那但是能夠做好自己就很重要了。我發覺原來做一個領袖的角色呢，做人的管理是最難的。我自己覺得最深的體會就是怎樣去以身作則，怎樣去做好管理。譬如這個都是我老闆給我一個很深的體會，他今年60多歲，但他每天都是準時8:30回到公司，風雨不改，他就回來。而他回來對他來說最大的推動力的責任是什麼呢？就是因為他要對同事負責任。所以如果他作為 leader， 他不是以身作則的話，他怎樣帶好同事呢？這件事都是我做青年工作的時候呢，去帶給我的一個很深刻的體會。
因為做社會服務、做義工的時候咧，更加的分別就是冇錢收噶嘛。大家不是嚟打工，不是嚟出糧俾佢。咁所以我哋做領袖更加是要自己親力親為，真的去做，不能夠即係所有嘢就係指使邊個去做咯。入行的第一個月我已經做經理，到而家即係帶住即係70-80個同事，其實我覺得我對佢哋都是要好負責嘅。其實我的理念跟我做社會服務咧係好相似的。我覺得每個人嘅每個青年人特別佢嘅潛力無限，除非佢畫地自限。佢而家佢未做好嘅原因係因為其實佢未揾到自己真正嘅價值啫。咁我哋一路做青年工作嘅宗旨係乜嘢？我哋唔係服務啲最優秀嘅年輕人，因為佢哋本身已經係有好多嘅資源㗎啦。佢出國交流好，獎學金都好多。我哋服務一啲係被忽視，或者他根本沒有那麼多的社會資源是給他們那班。回來呢，我自己帶我自己的青年團隊的時候都是，我有時見到很多現在剛剛特別入行的年輕人，可能他一開頭他起步可能做得未好好，成績未如理想，但是我覺得只要你的心是堅持，他會有好的成績。所以我從來都不會因為我的同事的成績不好而說他，但是如果他的工作態度不好，他是懶惰我，那我就說他了。所以這件事是做青年工作影響我很多，因為我覺得年輕人是要鼓勵的，年輕人是要加許的，要學識看人家好的地方。我當時做社會服務的時候，我師傅教我，他從來做 debriefing 都是會去欣賞年輕人的優點先的，哪怕活動有些做得不好的地方，但要先欣賞，不能夠一來到就說他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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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我現在，大team都是的。